喂，大家好啊，系我波子啊，呢条片系一定唔好笑嘅，点解呢？因为大家未识得笑啊。你边忽似识笑啊？阿查生，我真系唔系好识笑嘅，不过有个人一定好识笑嘅，我哋有请。做咩事？咁神嘅？地震啦！香港地震啦！香港地震啦！May姐的笑声大家听过好多次的啦，那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样好像May姐这样笑出来。嗱，笑来讲呢，根据俄国戏剧大师史丹尼斯拉夫基斯的说法呢，应该是由外去到内，再由内去翻外的。笑这些这么高学问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拎一支鸡汁出来就知道怎样笑的。你估煮餸咩？我研究了好久，发现呢，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喊去到笑，再由笑去翻喊嘅，焗起道气，呢个笑嘅部分一啲都唔简单，因为佢系有节奏嘅，一二二三，一二二三。笑到咁上下，你相信会冇气啦。但系冇气嘅时候，千祈唔好咁紧张，争一样嘢你就成功噶啦。初学者，我建议你系揞住个口嚟笑，咁样会迟啲。然后揽埋口面咁样，然后一齐讲一句，哇，好似哥伦布发现咗新大陆咁样。咁我哋就一次过嚟啦。大家听清楚啦，May姐嘅笑声。深呼吸，发现新大陆，哇，喊，笑，揞埋嘴喊，唔好停。喂，柯伯姐，唔该。好啦，经过清晰的讲解，相信大家都知道May姐是怎样笑啦。放心去学啦，学识呢种笑法。然后为正总，一齐对住正总，唔好笑。而家开始，波子会在片尾跟大家做一个游戏嘅，叫做创意问答。大家见到下面咧系一个问题嘅咧，当然最搞笑、最有创意嘅一啲答案啦，我系会喺下一条片嘅片尾公布翻大家个名同埋大家讲过啲乜嘢噶。如果你都想发挥下你搞笑、你幽默嘅话咧，就大家喺下面留言咯。咁我就系咁先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！